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华。来，我们要继续玩这个游戏哦，就是袋魔，也就是以前的 Pokemon。这里的话，你看一区是什么？真心镇啊，真心镇，你看已经火爆了，它从拥挤到火爆，哎，这是够力哦，已经说明已经越来越多人进去玩了哦。而且它现在有第二服了耶，也是蛮快一下的哦。是第二区的耶，超快的哦，但没有关系吧，我们进回我们自己的就好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我昨天是已经是玩了一整天，也不算一整天吧，就是有时间就开来玩一下哦。我现在已经是25级了哦，诶，这个先给它收起来先。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啊，训练方面的话。而且这边有一点不好，就是训练方面的话，那个怎么说啊？那个你看经验已满哦，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就说他跟主角有关系耶，但要读，所以我要得想一个办法给我的主角升级升快一点呢，因为主角升等真的有一点慢呢。等一下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吧，就是些奇奇怪怪的活动。然后这个是我25级可以拿哦，什么东西？我还有100颗钻呢，不错哎，那也不错哎，30级都还有哦。这里的话我们就进去冒险看一下。我已经到了，就是华南市道馆了哦，所以。哇，还有这样多个要挑战哦！我已经打了蛮多了嘞。现在这个是 Rocket 队的那个女孩子哦，然后挑战吧。我们来看一下火箭队，喂，台词都一样诶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，什么什么爱与真实的邪恶，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。然后没有接下去有没？还有一个，就还有那个。就是有那个猫出来喵一下了，不是？你看，真的哦，跟卡通里面的一样哦，瓦斯蛋哦。等一下，一定还有阿波蛇。所以，喂，哎呀，我忘记一件事情哦，炸到了！这下我忘记去回血嘞，我的，这个用电脑上电不到它嘞，是吧？电到哦，可以啦。像比卡丘还是有用的，哇，还臭你耶！所以。电它，也可以耶，还蛮有效果的嘞。毕竟我等级也吃它了哦。你看我等级27，是将近还一倍哦。电，怎么电不到它？哇，你这个死臭脚，一直用石化萦绕啊，这样子，这样我们不知道打几年了咯。OK，电到好了，OK，搞定。这是谁？哦，螃蟹，螃蟹可以哦，是水的，用雷秒杀。零哦，你看我已经没有经验值哎。因为正卡着嘞，可恶，怎么会这样？哇，哎呀，真的是佛大的说咯，听到吗？这个声音，噔噔噔噔噔，这个就是 Pocket Center 的那个。而且我这边我这边也来进化掉吧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哦。你看，我可以进化了耶，看到吗？卡米龟，我可以进化了哦。所以我现在，它什么啊？稀有哦，可以上的。你看叫稀有，然后这边稀有哦，我去进化吧。有哎，它还要石头的哦。你看水之石它就可以进化了哦，所以我就进化。哇，声音也一样哎。哇，超有那种感觉的，声音也都一样哦。哇，好哎，真的很有那种 feel 回来了哎，所以我们就，哎，话不多说了，我要挑战回他，我实在是不敢念的火箭队，我开始打他一个2星哦，所以这轮的话你就看着吧。刚才是因为我的那个杰尼龟哦，还已经没有血了哦，所以你可以欺负他哦。现在你认为你要欺负他有这么简单吗？干掉了，80点经验哦，它可以再升吗？等级，来这里就打14啊，OK，再来，
哇，这个其实蛮讨厌他的嘞，他就是他不打你哦，他就是用一些角色，他就是用一些那些古古怪怪的技能啊，让你石化啊什么之类啊，然后想想来拉时间呢，这是最气人的。OK，他是水系的，所以用冲击。哦，还用水来打我嘞，我是水龟耶。OK，搞定哦，就是要打他三星哦，不然哪有概念哦。然后哦，这里还有三个，我们挑战完他吧。因为才三个的话，基本上绝对不是问题哦。而且这个怪怪男哦，变态男呐、啊，怪兽少年啊，还叫，我觉得是变态男嘛，应该叫啊。那可以搞定吧？也不行诶。所以我觉得哦，若是遇到这些，等下我自己要用那个属性来算，他是火系的，用水枪应该可以秒杀。哎，不行啊，他不是火的吗？还剩30多哎，血，竟然打不死他哦！我还加一哦，这个啊，用水枪射你啦！你看加一也只不过如此哦，你看还有剩66哦，就是说秒不到他就对喽，看到吗？我的杰尼龟一个干完你全部哦，哎，又升级了，OK 喽，主的小智升级了哦，所以现在这边还有多2个，我们快快打完他。反正杰尼龟的那个战力，我现在还蛮，怎样讲，蛮有把握，蛮有自信的。笨笨龟来打，哇，他们打也蛮痛哎！你看，我给他们这样耗耗一下，我的杰尼龟的血都剩少过一半哎。这个是我直接用水枪打你吧，哇，都不能秒杀嘞！有加一的真的是不一样了哦，你看加一的真的是有一点。就说比较屌一点吧，就是你一下是干不掉我的，就对哦。然后这是最后的吧？啊，对哦，最后了哦，挑战哦。这是馆长哦，这个根本就是那个小智的朋友啊，什么名字啊？忘记啊。你对精灵的策略是什么？我的策略可是用水系精灵一个劲的进攻哦。哇，用水嘞，我很不占优势哦。可是哎，不怕啦，也不怕啦，我还有一个诶。我那个也好像是氪不到哎，皮卡丘能吗？啊，皮卡丘吧，水氪电吧，应该是可以吧？诶，电氪水哦，电氪水是吧？水氪火，火氪地，哎，这个好像没有地耶，这个是叶子哎，哎呀，好乱哎，全部游戏的那些属性都缠在一起哦。我还该摇尾巴哦，快，我还可以这中毒吗？哦，没有事哎。诶，还好吧，也没有想象中的强哦。哦，海星啊，海星来了，摇尾巴先，降低他的防卫，来，再来一下给他。哦，可以哦，果然有用哦。这是，哇，这个不行哦，我觉得要，啊，先打一下先吧。我觉得会给他秒掉哦，如果我打他的话。哦，这里就换精灵哦，换皮卡丘，皮卡丘到你哦，该你出场了。喂，用念力哦。OK，不要紧，只是接受你呀、啊。皮卡丘倒下，完了，皮卡丘都倒下的话，就真的好难打了哦。冲击，哇，要，哇，不行，给他干掉了。然后我用笨笨蟹了，没有办法，我已经没有角色可以用了。利爪。哦，搞定，还好，好在哦，打赢哦，没有输就好啊，真的没有输就好啊，可以哦，水的好，你有资格蓝色徽章哦，一定是，诶，可是我一这样过去的话，我的那些，哎呀，忘记掉了，我那个星还没拿满呢，啊，没关系吧，就过了就算了，还可以讲，然后这里的话，我就看一下。我应该还有2个角色都能够怎么说啊？诶，这是什么？个哦，这个明白了，这个要加嘞，其实这个对还有帮助的哦。我加物攻就好吧，跟那个物防15级。OK，好，这是可以进化了吗？我觉得好像是可以进化了耶。哇，不行耶，它的那个对哦，可以进化了耶，可是我没有，我拿不到它的材料啊，这才是最气的。21级有没有？我是拿不到。皮卡丘更不用说吧，皮卡丘更没有那么简单啊！你看15颗雷石哦，
要合成，哇，还要，哇，这样好难打耶！哇，30级才可以哦，30级是最好30级就可以进化了哦，跟之前的版本是有点比较不一样的一点哦，因为之前只要是你拿到电石就能够了哦，这里的话哦，又是第二个，这是第几个啦？第三个、第四个吗？道馆，我先回家先哦，我们回家看一下。哦，那两个死了，我没给他们起来哦，所以这里的话，我直接带大家去一个最能够勾起大家回忆的地方，听到吗？这个声音？哇，这个要宝石的，算了，听到吗？就是这个声音哦，超怀念的说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觉得，哎呀，也没有什么东西玩了啦，该打的我都打完啦，所以我又要下线了啦，又要下线哦，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咯。所以这里的话，等一下啊，我似乎好像忘记了一样东西，我是要分享什么呢？这里我进来，啊，对呀，是那个，不是这个嘞，是在哪里了？我忘记了。是狩猎，好像狩猎场吧？对，就是狩猎场哦，啊，就是这个了哦。等下给你们看一下哦。哇，这个加一的耶，我感觉好像不怎么容易了耶。用泡泡打他看，哇，他竟然烧我，他是发烧了吗？然后我就，看一下可不可以哟、哦？不可以哟、哦，不可以要、哦、再来哦，再来咯，再来咯！我就用高级球吧，高级球看一下可不可以？又抓到喽，就是来这里抓，来抓这些比较稀奇的怪。给六尾取一个名字啊，好吧，你就叫笨笨尾。等一下，笨笨尾。OK，好，就是这样子咯。我就是再给你们看，我这边可以抓到那个蛮特别的怪哦，就是不是你路上遇到的那种哦，这是中级狩猎，当然还有一个高级的哦，高级的话我就，这个，可是我按逃跑的话会怎么样？因为我没有试过哎，不要紧吧，我们就进去吧，就该抓下来，这个也给它抓掉哈，哼哼哼，这个是触手百合哦，这个我怎么说啊？这个。我好像在之前的版本没有看过他们呢，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个属于哪一个版本的哦，名字也好怪耶。我冲击打他是讲减敌的，我不痛哎。哇，这个真的有点难打嘞，如果要抓他的话，我觉得也要考一点功夫嘞。你看，不是开玩笑哎，你看他，他就把我的血打少超过一半了耶，所以哇是蛮担心的。哦，跳跳跳！不要出手太重哦，等一下打死了他就惨了哦。这个是哦，你看有分的嘞，看到吗？以属性来区分嘛，所以我丢一个普通球过去就好了吧，我相信能抓得到他的，应该没有问题啊，抓不到。挂掉了，用皮卡丘出来，因为我目的只是要抓他而已哦，所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？来，一颗一次。哇，是完全跳出来耶，这个才屌吧！来，我再来，就是一直丢，我丢到抓到你为止啊！跟你讲，还来，我就不信能跳，再来，一，哇！等一下，要挂了，所以我不能了，用高级球吧，用高级球吧，高级球比较容易抓。一，喂。哇，这个什么角色哦，真的是，还给我吊起来卖耶！我要抓你，你不给我抓哎！来吧，
我现在变到他抓我才对吧？你看我23哦，哇，是怎样？等下我就用这个出来。我觉得花了我那么多球的话，我觉得一定要把他给抓到诶，不然我是超级不甘心的哦。怎么可以让你花了我浪费我那么多球，然后还抓不到你？Oh my god, man！呼呼，这真的是难抓诶。我高级球还有吗？还剩两颗啊，就给他放手一搏了吧。毕竟我都浪费了那么多。哦哦，不可以耶！他摇两下而已哦，所以这里再高级球再来多一次，你不要给我第一次跳出来哦。我觉得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啊，它是什么属性？看得到它属性吗？看不到它属性耶。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属性诶，不要紧，我先试试看用火球抓它看，一次，哦，不可以，我真的已经拿它没辙了耶，因为我基本上我用什么东西去抓它的话，我都感觉抓不到它诶，你看两次，Oh my God，呜，再来，寒冰球。冰死你！哦，不可以！因为我剩8滴血了耶，怎么办？谁来救救我？根本抓不到哎！哦，他这也太屌了吧！真的，你看我最多只剩下，我还有9尾哦，9尾可以出来一下。9尾的话，我就啊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只能继续再丢了。我这要看能不能抓得到你而已啦，如果真的抓不到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而且我试试看用别的，好像是叫没有了，还没有催眠那些招数哦。不然我可以试看一下，先把它催眠了，然后我再抓它看看能不能抓得到哦。一次、两次，哇！我觉得这个是这是系统放出来不给人抓了吗？你看它血都已经回了不少了耶，一。所以我试多一次打他看，我试多一次打他看。我先摇尾巴给他先，防卫力降低了。喂，我也死了，防卫力降低了，我也死了。就是你啦，笨笨蟹。OK，我先麻痹他。OK，他现在慢哦，我去丢一粒球抓他。哇，不行哦。你奶奶的！这下的话，这下可好啦，我没有机会抓他了。OK，别死，别死，再吸血，别死哦，你千万别死，你死了计划就完了。OK，丢，他麻痹了，应该有效。喂，我再吸下血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下的话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哎。我用了花了那么多的球，竟然抓不到那个，那是什么怪啊？该是什么怪啊？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怪哎。这边可以看得到吗？该那个是什么？它名字是什么手的啊？我都忘记了，因为我是在之前的版本没看过哎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版本的怪哦。哦，这里的话有一点那个，有一点 sad 嘞。我用了那么多的球哎，我竟然没有抓住那个白痴，真的是气死啊！超气的说，哎，系统又有送东西哦。OK，就拿吧。好啦，在这里的话，我就要做一个下线哦，因为真的是中气到啊，我要去消气消气一下先哦。这里的话，我就为我的这个视频做一个结束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大家拜拜。